あの。はい。なんだ。おい。なんで？おい。お。いや。な。あ。あ。へへ。は？ふざけるな！この野郎！おいおい！おい！おい！な。おい。おい。我应该可以秒杀他们吧。悟饭的那个超级赛亚超人就是学他们的，一定是学他们的。打我一滴。好了，不玩了。好弱哦。轻松。是。啊。那。啊。あれ？啊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哦，已经四个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然后我记得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剧情。好，这个是好像小兵吧？喂，哈，他是谁啊？好弱，替补最强，可是他等级55哎，50等其实蛮强的，攻击力又蛮强的。所以要小心打一点，小心打。56哎。离他远点。
收回，超弱。这资讯资源超级烂。哪就消失了？哇哩咧，有过烂的剧情呢，谁想的啊？这到底谁想的？制作组。佛一扎的部下们，超弱啊！啊！我们去省了，先收集一下龙珠。其实不用收集了，因为只剩一个愿望嘛。不是一个愿望，就是可以复活再打了，好像只剩一个，而是要贝吉塔入队，所以我像贝吉塔不在我队伍里面。对啊，这两个都贝吉塔。神殿。这么弱，拜托！他会好像随着假设悟饭还没有变成超级赛人的话，那他对话可能会不太一样哎，应该是的，我猜测应该是这样没错了。打我超痒的。可以强一点吗？いいだろう。萝卜。啊，打两次啊。散播文章。有。喂。我不想变成烟火。どうする？いや。な何で
怎么还是一样啊？どうする？OK， 解决。まったく、どうしようもねえ野郎だぜ。